熊熊火光照亮黑夜，火舌一度从窗户窜出，惊险场景就发生在位于新北市新店区中华路上的法务部调查局。24号晚间8:44左右，突然窜出浓烟，消防局接获通报，出动27车、69人前往现场救援。 起火点位于调查局廉政大楼一楼的105号办公室，内部存放着大量办公电脑。据了解，大楼警卫在起火第一时间就闻到烟味，随后启动警报器。我们火灾啊，大概在59分就完全控制了，完全控制了。那么整个熄灭在9:19就熄灭了。那么我们都没有人员伤亡，也没有人受困的状况。实际起火原因，火调科还在调查。而消防人员指出，起火的办公室疑似是负责电脑资料处理。 调查局则透过新闻稿表示，办公室内的电子资料全部都有备份，不会影响到局内工作运行。调查局深夜大火，所幸及时扑灭，有惊无险。华视新闻张正陈义伟新北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